哨声响起，各位通过 PPT 收看到的是中超联赛第28轮的一场比赛的交锋，山东鲁能泰山坐镇主场，面对上面挑战的长春亚泰。格德斯活动范围还是非常大的，好的，这次串联不错，看看起脚这球，哟天，还是找佩莱啊，禁区内打得很细，进行到还是边路，这个看看传中质量漂亮了，看球传起来，哎，禁区的前沿二点球。这段时间啊，你别说亚太打得真不错啊，托亚克阿德里安，哇漂亮，非常的快啊，肯伊哈洛这球怎么处理打门了，哦，他想挑射，只用三角传球，嗯，就到了伊哈洛的脚下，并且呢面对球门的时候已经在禁区里面了，杀到禁区里边了，看这是个机会，要射门啊，被挡住了，哇火，这是看来真是要把它给用满整个赛季啊，嗯，转过来，这球传了，进去了，哎，要射门，哦，门将，门将拒绝了。哦，这次配合突然提速，行云流水，格德斯距离这个进球又差之毫厘啊，嗯，可见呢如今的郝俊敏已经转型成了一个能攻善守的中场的指挥官，是角球前点再一跳，哎呦这球呢防守队员这一蹭啊险些完成了一次乌龙助攻，对，吉尔又上去了，皮球开起来，头球的攻门还是争顶到了，嗯，郝俊敏进攻的时候呢，他算是一个拖后的组织核心啊。来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机会？刘洋转过身来一脚打门，太出神了！漂亮！35分钟的时候，精彩的个人表演，小将刘洋，这个选择啊，真棒！确实是拳怕少壮啊，啊，真敢做动作。刚才的几次突破已经让我们感觉这位小将的信心非常的足，个人能力也相当出色。这是刘洋本赛季自己在联赛当中的第一粒入球，这球呢长亚泰的防守先移再转直接射，真有信心，360度的大回环，他很合理啊，先去找人，哎，合理的利用身体顶一下范晓东，这个防守能看出来范晓东啊，这个中场出身的，对，防守的时候给的压力太小了，对对对对，这不是中后卫啊，所以中后卫可能就会上去顶着了，不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转身往前的这种空间，你把自己挂在他身上，哎，他自然而然这动作就很难完成了。对，格德斯的角球找了吉尔的头球攻门，球进，2-0，高举高打，对，刚才的这个头球虽然错失，但是随后吉尔就用头球将场上的比分有一次是改写了，这一下呢真的是简单粗暴，就是找吉尔或者佩莱的点啊。本赛季吉尔的第二粒个人入球，山东龙泰山主场顺风顺水，2-0领先了，格德斯的助攻，这球罚的还是挺讲究的，最后时刻呢弯的这一下很关键啊，吉尔也是很聪明，顺势是顶了一个圆角，死角没办法，乌亚克只能目送皮球入网，李亚峰指导呢恍若回到了他的足球青春岁月一样激情庆祝。随着下半赛季呢杜振宇的淡出，球队当中真的就是只剩下笑飞了。主裁判哨声响起，各位通过 PPT 收看到的是中超联赛28轮山东龙泰山主场对阵长春亚泰的下半场比赛，给过来了，转移过去，球还是到位了，再传中，后点，伊哈洛，贝贝意识多强啊，再传，哎呦，这下俩人没对上啊，太可惜了，这球呢，这就来了，亚泰是个机会，对，阿德里安拿球，这我们阿德里安给，哦，就来看漂亮，拿到，给拿到了，面对门将，哎呦，这下韩荣泽真的是挺自信的啊，角球，角球，挺自信的。能传这种向前传递的精准传球，只有阿德里安现在能够高质量的完成。哎，打脚远射，找到一个进球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又是阿德里安，哎，这球过来了。看亚洛，哎，入禁区，直接射门，这能力真强啊！哎呦，传的不错，来了，这中间，再传球，哎呦，打机会，哎，这脚射门有一个折射，出了底线，角球。这下跳传来了，不错，
卸下来，闪开空当，大门留一个车射，能不能进一个？没机会了。嗯，比赛时间已经到了，主裁判最终是吹响了延长比赛结束的哨音。